很多台湾人都喜欢透过贸易商来代购进口车，不过其中有一款光是一年至少进口6000辆。锐利 LED 车头灯、勾勒出流线车体设计，日光洒落，铁灰烤漆透出金属光泽，这款跑车超级热卖，每年进口将近6000台是车友的最爱。但不是每种车款贸易商都愿意代购进口。国外卖100万，我要收你多少钱？你运输成本什么关税加一加，100万的车到这边都160万，你单一一台车，你安审也没有，核章也没有，这个油耗排气也没有，全部验一验，加个50万上去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一毛还没有赚，就210了。亮白配色带出简洁风格，搭载1.6升三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这款四轮驱动俗称暴力压，在国内掀起高度讨论声量。不过，想要透过贸易商抢便宜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验车船运过来8个月后，你搞不好那个时候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买了。贸易商好像千里追杀了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他一定是收了你的钱，他再去帮你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你要给他多少？250万。还有像这一款搭载2.3升涡轮增压引擎，276匹马力，被称为是新时代钢炮。台湾卖130几万 ，ST， 我这一进来可能卖到200万，谁要多了一节尾巴，多了高一点的这个行李空间？我基本上觉得像ST Wagon 的机会就会最小。你花200万与众不同，那也就算了嘛，你干脆就高一点，像刚刚爱大或那个这个大伟说的，对不对？你进一些比较特别的车。车友疯抢代购，刮起进口车旋风，强势攻占台湾市场。东森财经新闻蔡炳宏、钟昀瑞综合报道。